占据下风，都不能轻言放弃。切记，当对手确信将你击败时，正是你机会来到的时候，这也可能是你最后唯一的机会。我们绝对不能他们得逞。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藤田已经把广州地图绘制好了，我们绝对不能他们得逞。跟自己训练。